第一眼真的是就是太深刻了，吓到。没有，因为我有进产房嘛，我进产房，所以我是有看到画面啊，我一边录影。那当下的状况其实也很复杂。我想要给我老婆力量，我牵着老婆的手啊，我看着我老婆啊，手要录影，又要看到底那个生出来了没。后来护士就说你放轻松一点，你手可以先放开，你可以站起来录。啊，我就看到他们说来出来，头出来了，我就看到头开，头在这被拉出来，哦吼。就蛮刺激的，那时候过程有点刺激。那老婆也，老婆因为没办法当一个感受立刻看到，但是老婆也是听到声音就立刻非常非常感动，在把过去。